各位跟艾玛一样喜欢玩手机游戏吗？那艾玛在这边呢，要介绍一样好东西给大家，让大家玩手机游戏的时候有玩 PSP 的 feel 哦。那是什么样的好东西呢？我们看下去就知道喽。还在觉得用触控萤幕玩游戏很别扭吗？那玩家的救星来喽！有厂商看到越来越大的手机游戏市场以及衍生的庞大商机，干脆推出这个 Gentel 游戏手把，可以用蓝牙无线来连接智慧型手机，不但玩起来更有 feel， 也不怕手指挡住萤幕看不清楚。另外，这个手把还有卡榫，只要手机装上手把，然后这样看起来像不像一台 PSP 掌机嘞？玩游戏就是要这样玩才爽，玩家说对不对啊？